从你流来。上两次你没有用饭这么行骚哦，飞天这里有把伞，你那是用把。饭是你用了吧？可是你用把。你用。你用。你用。是为难之中意，你我就共用了吧。不惜君子。哎呦，太棒了！这个嗓子啊，哇，太棒了！你这些也太假了。怎么了？你真的太厉害，我崇拜你。你还什么其他的梦想？我特别想帮外婆开一家什么陈大妈小吃店啊，这种。我帮外婆实现了，外婆其实也挺喜欢跟我做饭的。楚佳今年18岁，马上就要去意大利了。特别希望啊，他能够把中国的传统美带给世界。同时，我们也要用掌声感谢我们这么美的、这么雍容华贵的外婆。谢谢陈阿姨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用掌声为大家请出的这个就厉害了。我曾经听过一句话：再不疯狂，我们就老了。然后呢，跟他同年的那一位呢说：你再不老，我们就疯狂了。我们接下来就要有请不老童颜、百兔贴吧、兴趣大师、梦想导师林志颖。有请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同的期许，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我不是个稻草人，不能懂风在我右肩，月亮的另外一边，黑夜白天，我不想你困在里面。黑呀黑呀黑呀，一个人又塞得很满，管不住的心，想到哪就去哪，感觉很乱，有自尊，好的坏的，有了爱就不怕陌生。现在把我的快乐至上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开心就好，哦嘿呀哦嘿呀哦。风多大声，藏不住我的情深，紧握的枕头又温暖我冰冷的好人。现在把我的快乐至上，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，哦嘿呀哦嘿呀哦。爱多大声，有情人才能分寸，白雪月明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想的人。哇塞哇塞哇塞，哇，太帅了。先跟各位问候一下，我应该叫你王兄还是？对对，凶一点吧，凶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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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两个都是童年，属什么？童年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们看起来像父子啊！谁讲？还有一个跟你们同年的是那个何炅，何老师。我比他大21天。郭德纲也跟你们同年、啊？哦，那就是祖孙三代了。对，这世上对我们的不公平。就做完这个节目之后，是不是好多人把我们俩的照片又放到一块比一比？我们现在拍一下就好了，过10年后我们再比。我没有了，对吧？太不够。还没问候完呢，对对对。哦，还有还有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小助手，小助手，哎哎哎！还有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电视机前朋友，你们好吗？